拿对的，拿错的，那这种才对呀、啊！我这话题好像错了。漂亮。没有，这个撑起来就好，你看这两边不是一样好吗？这个就骑在这里看。不会呀、啊，你没撑东西呀、啊。我比你身高也有通一点。买的够不够？还要不要再买啊？买的，我想买就带不回。
太多了，买一个箱子咯，再买一个咯，因为那个衣服也掉。他说他把衣服都干脆就丢在那个旅馆里面给人家。哦，没办法，再真的，你已经这样丢了那你今天不是你录下来了？我还没有录下来，再讲一遍。讲了，那个手还要表演。张太太讲，如果你要打我，我就用刀子把你。啊，这些可以下一个看。我们先不要开，我们先不要开，好不好？不要一点开。先不要开这个。冰的，人家走。因为叉叉烫就是要 parking， 然后走路啊，一家一家小店逛，有很多小店，很多小店慢慢逛啊，也是像这样，到时候买了提着大包小包这样走，也是这样。我以前我们住在夜市附近的，就去餐厅吃饭，有的时候去嘛，瓦吉那么大，你知道吗？人家的瓦吉。张太，我问你。那个猴头菇除了包鸡胸肉跟那个肉，还可以包什么？一定要用鸡胸肉吗？别的不可以吗？可以，那个瘦肉们可以。瘦肉跟只要瘦肉跟猴头菇啊，也可以。跟胸肉比较甜。跟鸡胸比较甜，所以你要放鸡胸，再放猴头菇，再放这个一块瘦肉。那要放多少猴头菇？不要放青菜，没有放青菜。你放几个猴头菇？几个？一起。你看你多少人？两个人。两个人啊？两个大约四五个就可以。四五个。猴头菇要不要切？你大的要切。要泡水。泡几天 ？Overnight 啊。手洗个脚。哦，洗干净，切片干净，切片比较好一点。那个切片那个渣，你都有去？对，切片都要去。那是黑皮的啊，对，黑皮的。不是哮喘，气喘，那个啊，那个什么？敏感。不是，癌症，对。它是补气。那没有猴头菇的话，人家用一般的香菇行吗？效果不好。这种不同的菌类，效果就不一样。你看了他们一个什么？那个木子好多的吧，好多种哦，我都有些我都不知道。嘟嘟。我们跟他们小姐说，给我们喝一点茶，好像他们都不给我们喝。为什么？我不知道，我们讲了很久，茶不能喝。那你们这鱼要去冻吗？我们不能要，我们先等一下，不能喝，好不好？我们先喝一点茶。几天的好久才回来呢，刚刚受训的。每天都不知道，不尴尬。每天都在外面当受训。嗯？哦，我们有集合完再上来。集合。哦，对对。就是晚上集合，早上集合。早上也集合，因为我们分成两班嘛，要盘点一下。等一下，张台吃饭的时候喝汽水。我们6点钟吃饭。哦，你们规定6点钟吃饭是吗？对。我就奇怪，怎么菜还没上？我们吃饭的时候再喝汽水。那你们没有叫菜还没叫上是吗？叫了。叫好了。叫好了，中午以后上。哦。因为太早了一点。所以我刚才弄水，我一来就讲，就说刚才弄的不是这个，穿绿背心的人，哎，慢走了。见面第一句话就是你吃了吗？吃了，因为我们比较穷，现在不会了哈，现在是说你好。吃饱了以后我们去机场，那我们还很快哈，这厦门这个短暂的这个两天哈，将近两天，一天半
多一点两天的时间哈，一天半感觉还是玩得比较轻松一点哈，比较开心。而且今天这个特别是鼓浪屿哈，给了大家一个收获不少啊，收获不少哈，大家都是大包小包的，真是给我们鼓浪屿的这个人民啊，当地也这个出了一份力量哈，贡献了不少啊，贡献了不少税收。对，这边呢也刚刚是。趁这个师傅哈，他也在哈，大家当着大家的面，这个是给师傅的哈。啊，好，这也是给我们严小姐的哈。啊，谢谢他们两个哈，这个严小姐非常的亲切哈，让我们感受到这个厦门女孩子非常确实很温和哈，讲话也是慢悠悠的，然后参观也是不赶路哈，对，慢慢的很好哈，我们客人都非常的满意，我们的师傅也同样为我们提供很好的服务。啊，那我们过一会儿呢，这个也是大家就是下车之前还是要看一看，有些手里边买的东西，因为太多了嘛，不要漏掉哈，漏掉的话真的好不容易购物买来的全部就是留在厦门了哈，小燕给你们寄过去。然后呢，我们今天还是坐飞机，我们航班是8:55。我们都是儿童，老小孩嘛，都是天堂哈，就到这边来旅游，开句玩笑话。那我们还是等一下，我还是先不问客人收10块钱哈，因为也没有零钱，刚刚都是7块8块的。反正我先给大家垫了，到时一起算总账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那我们各一下，还是到机场我买好了以后，大家还是把东西看一看哈，不要留在车上面。然后就是继续我们的下一站哈，下一站武夷山。我真的有点担心大家哈，一方面是行李的问题啊，今天不知道过不过得了关啊。昨天我们蒋先生看着我19.9，创出吉尼斯最准确记录。我这次我估计他的香蕉重了一点，他3斤干贝啊，是加在你的箱子里面还是先生箱子里面？不知道，每个人都是大方，我们尽量让大家就是说尽量那个和这边，因为交涉一下啊，我们要考虑一下我们客人嘛，也是最为我们当地厦门的这个客人在这个贡献嘛，做贡献。对吧？做贡献的话，你一定要给我们优惠啊！不要是老卡着我们，对不对？而且给他看，我们都是干杯啊，都是在这里买的，出产。我们总要买。然后呢，这个武夷山呢，相对来说要比雁荡山要稍微累一点啊，累一点的。那漂流还好，不用走太多路。那就是要排一个天游峰的话。在这边也不跟大家说几吧，反正就说比较累一点，看形势而言哈，看形势而言。反正我相信大家都是英雄，都是打好最后一战哈，打好最后一战爬山的战役哈，打好最后一战。我想一路上面，我想这个回过来，虽然我们刚刚开始这个行程上面有一点改动哈，但是我想把最好的留到最后。厦门武夷山啊，确实风景非常的好。我们也是对厦门这个城市，我自己也非常喜欢厦门。我这边也在和小严聊天，说我以后有空冬天的时候也要飞过来玩一玩，在鼓浪屿上面住个1-2天的。然后最好大家是不是不满意哈？应该在鼓浪屿上面再安排多住一个晚上，然后整晚 shopping， 然后再回来哈，然后再回来。看着鼓浪屿的旅馆并不太贵。对啊，他说只有100-200块钱，而且是很好的那种别墅一样，所以说以后可以。那我们应该回去跟那个阿伦采建议。对，然后你们可以自己多煮一点，比如说就像我们12个人、16个人，就说有特别的，像我们厦门多煮2个晚上，然后去深圳啊，去广东啊，应该是16个人。对，而且这边的冬天吧，也是相对来说比较舒服一点，我想。客人在这边，如果因为大家都是老旅游家了吧，这个中国毕竟大还是有限哈，要玩